今天是2022年1月26日，快必還押的第505日。今天是快必家人探訪，10時就到達了登記，隨即就可以進入去探訪等候室了。今天離奇地那麼少人，可能跟美孚深水埗有確診的關係啦。10:09已經可以探訪，快必今天在21號窗，這個位置好像第一次坐了。21號窗在左手邊緊中間，家人走到埋去的時候，快必已經企定定笑曬咁樣喺度揮手，好鬼精神啊！另一個電話，佢就同家人講，有朋友寄入去嘅紅色揮春已經收到啦，不過咧職員咧淨係 show 俾佢睇，就冇得 keep 啊，可能咧唔俾佢哋喺自己個倉嗰度貼揮春啦，但係揮春可以唔貼噶嘛，總之就冇得 keep 啦。快必仲話，因為疫情的關係，啲信即使到了都要等3日才會派，慎防有病毒。今日啲職員都加倍小心啊！訪客一離開咗探訪室，就即刻噴曬消毒藥水添。快必又話自己除了每一晚一個橙之外，都飲多咗檸水檸茶，甚至將啲檸檬皮都食埋，增加維他命 C。昨天拜佛的 SB 和信耶穌的大曹探完他，快必說令到他很懷念一行禅師，他說自己操練正念冤獄生活，配合聖衣立着的神操，中西合璧，禅修又靈修，保持身心健康，在冤獄之中得到安定。得了得了，不怪得知你這麼精神啦。點知家人咧同快必講，琴晚收到消息，原來咧 SB 又中招，去咗一間鋪頭食米線，暫時咧只係要求自行做檢測，唔使隔離。快必聽到咧笑到咔咔聲啊，有啲幸災樂禍咁。佢話唔係，不過係笑佢咧以後冇人夠膽同 SB 出街食飯啫。快必同屋企人講，收到遠方嘅玫瑰 Rose 寄嚟嘅信。他說祝紀念新年靈力充沛，紀念不單止有靈力，還有精力。家人說紀念呢這陣子成日凌晨3:30就起身，快必聽到就說現在其實他都是這麼早起身的，可能紀念跟他呢是心有靈犀，想起他特意起身叫醒快必。上兩次都玩不到簡譜古歌仔遊戲，今天怎麼唱都要唱牛年最後一首歌了。雖然是冬日，但仍然有夏日 feel， 一樣傾情。 I love you， 你會否聽見嗎？你會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遙遠仲夏？ So sweet， 相信竊聽者都聽出耳油啊。夠鐘了，非常無情感就 cut 咗線。這幾天快必的郵箱收到很多朋友寄來的信，有來自大嶼山的 Clara， 還有一行五人行梅窩的朋友，向山舉目、朗生、師奶仔 Kaka、 加拿大的 Miluku、 茂國，還有 Rebecca 的生日卡、玲子的手繪紅燒肉 postcard、 加拿大黃峰的卡和信，還有20個茶包，下次就不要寄茶包了。還有阿 T， 留意快必的 post 啊，有回信給你的。以上的朋友多謝曬你們的信和卡，今早已經轉寄了去荔枝角。啊，怎知道下午又收到以下幾位，包括 Min、Fion、金大仙、慈雲山人的信，還有寶莉同一眾九龍灣的 friends 的生日卡。你們的心意亦都嗱嗱臨咁樣寄出，希望快必盡快收到啦。挨年近晚，大家一有時間的話，請繼續寫信給快必。如果你未寫過，不用怕醜的，嗱嗱臨拎起紙和筆，寫封信，寫張卡，快點寄給快必啦，跟他傾下偈，收到大家的來信，他會很開心的。提醒一下，農曆年如果想寄賀卡又或者生日卡給快必的話，他是2月2日生日，撞正今年的年初二啊。記得咧就唔好買有貼紙、閃粉、立體，即係咧 3D 突出嚟嗰種啊。來信嘅話，請寄去香港七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，寄信俾師叔都可以寄嚟呢個地址噶。最後繼續宣傳一下快必嘅 Patron， 希望得到大家點點滴滴嘅支持，應付漫長嘅訴訟。
仲有你哋订阅咗、subscribe 咗快必嘅 YouTube channel 未啊？记得 CLS 啊，即系 comment 留言、like 点赞同埋分享 share， 拜托晒大家啦！唔好唔记得，仲有赤柱嘅师叔，佢嘅 patron 都好需要你哋嘅支持噶，多谢晒大家！